勉强拍两拍，什么东西啊？太勉强了吧？你就不能够大方一点吗？夏安安，嗨，巧媛啊。他过去了，然后又上去了。你怎么想回去？没门儿，不让你回去。夏安安，嗨，风雅，你好。他下去了。总觉得他下去也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去，应该是往前吧。姑且相信他会往前。哦，他往前了，又嘎哒，他穿过去了，不理我，穿过去了。啊，没有他在，然后怎么办？啊，死掉了。求求你不救！面壁思过，求求你就这样看着我，我让你过去，你却不让我过去，这什么道理？大大露脸了，对啊，晶晶，卡关 again，想要大方点就给我吃球球吧，吃我的球。我球要坠崖了！好，坠崖吧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走，跳崖吧。在上面那边，走，上去，球球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这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它现在这个游戏，它就是它叫趋光性，就是我们得要跟着光走。如果离开光源太久，我们的画面会扭曲，连声音都会走，都会变调，然后我们就会死掉。对。所以我们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必须要跑到光里面去回复一下。先破石地，让球球掉下去。哦，像这样吗？然后我赶快爬上去。今天妈妈没煮晚餐，要出去打包面。可是我在减肥啊，汤很油的说，哎呦，没有关系啊，吃一点而已，吃一点而已，怂恿人家。我好饿哦，我现在饿了。来，下去，球球。感觉吗？好像过了，是不是？来走，球球，小屁孩。快死掉了！我现在过来了。然后呢？我回不去。那我回不去。GG。
吧。什么？可以不要喝汤，吃面就好。了解，顺带一提，上海大大好正，谢谢，不嫌弃就好了。吼吼吼！等我玩女性向游戏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到时候可能会看我这样啊。以后上海会像今天这样露脸吗？看情况吧。对，我觉得看情况，可能不会常露，也可能会常露，所以反正我现在都已经真面目了嘛。之后有机会就也不会排斥了。欸，我错过了上海的初露脸吗？你没看到吗？Oh no， 卡关了。对啊，一直卡关。也没有错过呀，华磊进场。嗨，求玩恐怖游戏。欸，到时候可能会看我这样吧。这样子不玩恐怖游戏露脸，那我要抱着我的熊熊一起玩，可以吗？现在一次一次跟着球球训练，没有错啦。什么？过了第一个之后，先不要动球，先破石再动球。过了第一个之后，先这样。哎，球球，走。球衣女游戏露脸。有啊，之后有机会会露的。好，我今天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台前，我有讲，我其实为了露脸，我已经考虑了一年了。我在想说要不要露脸的期间，我的朋友们他们也一个跟着一个露脸的，所以我就想，好了，就慢慢考虑，因为我之前一直不想露脸，是觉得说，就是毕竟是网络嘛，我觉得网络上露脸不是很好，所以我需要做一点心理建设。对，就是等我心理准备充足了，我才会来露脸。现在有没有充足，我也不晓得啦，因为其实露了脸，就等于说你的真身就暴露在网络上了，到时候你的朋友们可能也，现实朋友们可能也会认得你，所以我之前听我朋友他们露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很佩服有这样的准备，这样的，对啊，那现在轮到我露脸了，大家不要去肉搜我，拜托，我还是希望现实是现实，我网络身份是网络身份。感性的一番，我们继续跟球玩你追我跑。我这边到底，我看不下去，一手遮一幕，一手遮脸，谁在控制？美美的，糟糕，办公室吵到听不到时空声音了，叫他们 shut up。脚在控制吗？太阳很漂亮。要推广告吗？上雅初露脸可能破千人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大张旗鼓啊。我觉得露脸这回事，因为我的脸也不是，我露脸也不是，也不是说什么我的脸多宝贵什么的。我只是觉得我不想露脸，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，因为把自己的真身曝光在网络上真的是蛮危险的事情。我现在露脸，我纯粹是为了要跟你们有更好的互动，以及我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的脸部表情跟肢体动作你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我纯粹就是为了这样子，所以也没有需要什么大张旗鼓啦。对啦，如果有玩到那个游戏，如果看到我的反应会比较好的话，那样子我也会露脸，我也会开视讯。好了，这个今天这番劝导，希望你们能理解。我并不是觉得说要把脸当成宝什么的，我是觉得
我还是觉得露脸会需要有一点，你真正想，你真正露脸是为了什么，而不是说，好像我的脸就是个宝贝，你们赶快，你们来看的人都要收个入场费一样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之后过到另外一边也一样，以后路上就会听到有人喊"生下来大大"，哎，不会吧？一直在走路，本来想说等记录了，还好还是来了。先破石再动球，嗯，先破这个吧。大大现在在日本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在日本，我现在还要开暖气呢。好，我先上去回个血。不过今天有跟到台，真是太好了，所以该来玩恐怖游戏。好啦，如果有谁送我那个 Park 的那个 E2， 不然 E2 我们一起来玩 Park。 如果是那个 Park 我还蛮有兴趣的，就是游乐园的那个 E2， 要不要跟我一起玩？上去了球，无限轮回。帕克，哎，你怎么回去了？我表示自己看不下去，所以给上海提示。可是的帕克是不是没中文？是吗？不知道有没有汉化补丁。会，过了，终于，我懂了，我这边先爬上去。然后先破石，这样球才不会往回跑。叫耶尔开台啦，耶尔开台，耶尔出来攻，耶尔出来攻。没中文就该我出场啦，不行啦，你就算及时翻译还是赶不上啊。好，我先回个血好了。没有中文，预期强大的观众在此。我看看有没有汉化补丁，我觉得应该会有，因为那游戏也算是有点小名气。我过不去，我只不过回去回个血。我现在要面壁思过。我刚刚应该跟着你去的，球球，对不起你。这是多人的，不是 The Park， 就你玩，然后我跟着你啊！啊，过不去，而且里面字小，加上他自己好像会自己跑，印象中之前有实况组及时翻译也不太来得及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要的话，就要找补丁吧。连之前伊森卡特那么慢的节奏那么慢的游戏都来不及翻译了，因为等你打了之后，等你打在聊天室的时候，我们早就过了那个场景了。现在明白如何过关了吗？我想应该明白吧，应该啦，我自己都不是很肯定。
哎，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破十地啦，破了，已经破了，十地已经破了。我速度，我应该速度跟得上啦，这不是你的速度问题，是延迟问题，好吗？哦，你又过去了，你过去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下来等一下要补习，先走了啊，拜拜。不用那么麻烦啊，我回去找一个汉化补丁啊，汉化补丁是最直接的。然后果然上扬很漂亮的，谢谢。爬上去，爬上去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顺带一提，之后也是要先破十地哦。我悬空了，这算是作弊吗？悬空人，然后把你赶下去。下去，来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先上去把湿地给破掉。破实地了，嘿，在火车上看实况，辛苦了，这眼睛不会坏掉吗？火车不是会一直晃吗？好，稍微回个血，然后等下一口过去，跟着他冲，来，走，过关。还有，我以为是最后一个。还有，也不对，先过去吧。终于哦，对，终于，真的是终于。下去啦！嘿，下等一下补习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好，走，走。
根细细的也可以补，是不是？晚来的问一下，是没照光太久会死掉吧？对啊，没照光太久会死掉哦。算是没光照，画面会扭曲，之后就死了。是这样吗？上面还有路哎。哦，我原本以为上面没路了。啊，我快死掉了。嘿，对啊，因为这款游戏它就叫趋光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跟着光走就对了。来，走，过关啦！耶耶！还有，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小女孩？没有音乐了。没有音乐嘞，好恐怖！而且也看不到球球。好恐怖，好不安哦！超迟来的讯息，上有露脸尖叫。小女孩，小女孩，小女孩！啊，我懂了，我要让光线照到那个小女孩才行。可是我要怎么走到上面去？前面有光，好，我爬上去。有找到小女孩了，找到小女孩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这边真的应该是最后了。先爬上去，妹妹啊，来，妹妹，醒醒啊，妹子。好漂亮哦！真好青春，那妹妹真的好可爱哦。她的书上写着，就是我们这次游戏的名字——趋光性。企划高成佑，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好像中文的名字？プログラム富岡スティージ制作高成佑，我怎么觉得高成佑听起来真的很像中文的那种感觉？啊，背景西吉。マプチプシチヒビノ萝莉兄妹，我不知道哎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，是青梅竹马吗？还是兄妹？还是情侣什么的都不晓得。他也没有特别讲，他这游戏就是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、啊，让你敢直接去体验这样。音乐是 Yokohei， 我在想音乐会不会他们自己做的，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哦。而且跟那游戏画面契合得很好。制作 NISW， 才刚来就是结局了，竟然只用一小时半，很失望吗？他本来游戏时间他就是一个小时啊，再加我卡关时间的话，也差不多是这样吧。之前有玩我的幸存者时期。